妙法莲华经，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六面，我们看丙二的正说段。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机门的正中分啊，就是耶机门开前显实的一个正说段。那么这一下从方便品到受邪无邪人祭品，总共有八品，等于是正式的开前显实混三归一啊。那么我们在正式讲经文之前呢、必须把佛陀的拳法跟佛陀的实法啊做一个说明，才有办法开前显实。首先我们在观察细品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佛陀在细品当中的放光现瑞，这第一个观察点。第二个呢，就是后面的问答事宜。首先我们看细品当中佛陀的放光现瑞，佛陀在本经一开始是没有说话的，但是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入了三昧以后啊，他现出了一道光明，然后从光明当中现出十法界的因缘果报。也就是说，这当中有两件事，一个是一道光明，然后呢，然后就是因缘所生的十法界的因果。那么这两件事情呢、等于是说出了整个佛法的全貌。佛陀讲经四十九年，就是一道光明加因缘所生法，就是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呢、我们看了有两个角度可以切入。我们从后面的问答事宜可以看得出来，弥勒菩萨代表众生法界，文殊菩萨代表佛法界。今天我们用众生的知见，用众生的角度来看这个瑞相啊，你看弥勒菩萨的提问，他完全扣着因缘所生法，他讲到凡夫的生死业报处啊，凡夫怎么回事呢？凡夫就是业力啊，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造善的人得快乐果报，造恶的人得痛苦果报，这就是凡夫。所以凡夫的生命只离不开两个字，叫做业力啊。那么二乘人呢？二乘人当然是涅槃极境嘛啊，他修四谛十二因缘，他找到休息处了。菩萨呢？菩萨很忙，广修六度，成就种种的功德啊。那么这些都是佛陀说的，所以从凡夫的角度，我们认为佛陀讲了很多的修行的法门，这也是事实啊。但是我们看文殊菩萨的回答，文殊菩萨的回答其实他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他把弥勒菩萨所说的因缘所生法重复了一次，我说弥勒菩萨你说的都对，的确凡夫就是造业得果报，恶乘人得到涅槃极境，菩萨成就六度的功德，这个我完全同意。但是他后来又补充了一句话，叫做师有佛光照。哎，这就是我们忽略的地方，就是当我们没有学法华经之前，我们修学佛法就陷入了因缘的造作，忽略的回光返照因缘背后的那一道光明。而本经正是要把那道光明表现出来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所修的法只能叫做方便法门啊，由不同的法门经过优缘因缘的修正而得到相应的果位，这个就是法华经以前的修学啊，念佛就往生啊，造五戒十善就升天啊，行六度这就六度的功德。
但是我们忽略的就是说，这些功德是依附在什么身上，就是我们少了一个根本，就是在一切的生命因缘当中，虽然找到了暂时的安住，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永久的安住，这就是问题了。就是我们过去没有学《法华经》之前，少了一块，就是一个乞丐，虽然他透过因缘的造作，他变成有钱了，生活改善了，但是他还是没回家。所以佛陀的放光现瑞似乎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学《法华经》之前就少了那么一块，就少了那道光明，那么这道光明对我们影响很大，少了这道光明，我们修行就永远进进退退，就是佛在生命的因缘当中就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啊，我们总是觉得弟子心不安啊，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附。当然我们相信法力不可思议，我们相信依照佛陀的造作我们会增上，我们顶多就是增上，但是我们谈不上安住，这就是问题了。所以本经呢必须把因缘的修学的法门，这所谓的全法跟一念心性的实法要结合在一起，当我们的因缘的修学的全法跟实合结在一起，那叫做一个称性起修，那就是所谓的一佛称。所以本经的特色就是说，佛陀没有否定我们过去的因缘的造作，就你过去干嘛还干嘛，他说我以前是念佛的，我写法华经呢，你照样念佛，但是你多一个内观真如，外顺弥陀，你所有的佛号因为有那道光明的加持，这个佛号变成不可思议，一方面坚固，一方面圆满啊，你的佛号不可破坏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本经开始佛陀要慢慢的把过去所没有讲的那一个空那道光明帮我们慢慢补上去，就是说修行不能够只是一昧的试修，要开始启动内心的光明，就是要有理观了，就是莲花式的修学，你不能只是把这朵花照顾好，你还得要有莲子，要有不生灭的自信功德来支持你啊。所以我们以前强调法力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要告诉你，其实你能念的心也不可思议，也不可思议，这是我们内心光明被我们忽略。好，那么从现在开始有八品，佛陀要告诉我们，世间上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法力，一个是心力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正说段啊。好，我们看附表第四的方便品，我们先看附表第四啊，就是附表的第八面。那么第八面呢，先把方便品的大意做一个说明。首先我们解释方便这两个字，这个品目。好，我们请合掌。一，解释品目。一，方者法也，便者用也，法有方圆，用有差会，三权是局是方，一时是归是圆，若智异于局，则善用偏法斗会众生，若智异于归，则善用圆法斗会众生。二，方便者门也，门为能通，通于所通，方便权略皆为真实作门。三，方者密也，变者妙也，于昔成密，今开成妙，妙达于方，即是真密，
典内依礼无价宝珠，与王庭唯有一珠，无二无别。好，那么这个方便品先解释什么叫方便啊？那么维大师说呢，这个方便有三层意思。第一个呢，方是一个法啊，佛陀所施圣的法门叫做方。什么叫变呢？就是这个法所产生的妙用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法门有方言啊，方这个方呢指的是过去那个角啊，一个桌子四个角，其中一个角就是方啊。那么圆当然是圆满了 啊这个方只是其中某一个角啊。那么因为法门有偏差跟圆满的差别，所以它产生的作用也就有差会的不同啊，就是你今天用什么方法啊，就有不同的圆满跟不圆满的结果。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呢，三乘的法门是具这个规矩的矩啊，这个矩就是啊测量方正的仪器，这个仪器就像 L 型一样啊，它能够测量你这个桌子的四个角是不是方正啊，它是方啊，它是方便。那么一佛乘乘性起修是规是圆，这个规呢就是化缘的工具，它是一个圆满的啊。所以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智慧是不圆满的，是具，那佛陀只能用三乘的法门来教导我们。若我们过去的栽培善根是听过法华经的，是圆满的善根，佛陀就用一佛乘的直接度会众生。那么这个地方意思当然按偶主的意思啊，这个方便的解释啊不是本经的意思，因为这个意思就很明显嘛，各走各的嘛啊，就是全法走全法的，言教走言教的。那么这我们看不出全法跟实法之间呢、啊、有交集啊，所以这个方便的解释啊可以用在其他地方，但是不是用在法华经啊。法华经它必须把全法实法要做一个汇通了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全法实法是各走各的啊，这不是这一层意思。看第二个，方便者门也，门为能通，通以所通，方便前列皆为真实作用。就是说啊，三乘的方便呢、啊、它不是真实，一开始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三乘呢成就声闻缘觉菩萨的各自的果位，一佛乘呢是十七佛果，一开始是不一样的，但是慢慢的慢慢的会走在一起啊，一开始不一样，但是我这个门慢慢慢慢的会通达到真实。这个也不是法华经的意思，就是刚开始不同最后会通，也不是这个意思。法华经的意思是一开始就相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所以他的这个方便的意思是偶一大师说是第三种。方呢是一个秘密意，变的呢是有微妙的真理。什么意思呢？移习成秘，经开成妙。这句话解释一下，过去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现在打开以后变成妙法。就是说佛陀叫你好好的布施持戒，这是一个法门哦，布施是个法门，持戒也是一个法门。那就我们认知来说，佛陀就讲就是要我们布施嘛，不就是一种行为的规范吗？就是要我们去做持戒的行为。但是你错了，你错了。佛陀的意思啊是当我们布施持戒的时候，我们心态会改变，这才是佛陀真实的意思。我们会从一种颠倒妄想，透过布施的造作，布施的持戒的造作，会慢慢的从颠倒妄想慢慢慢慢的回归到一念心性。但是佛陀没有说，所以以前对我们来说是方便门，那其实佛陀说日用而不知，其实你过去修方便门就是真实，只是你不知道。就好像说
佛陀放光现瑞，诸位你别忘了，每一个法界后面都有同一道光明。佛陀虽然没讲，但是每一个修行都是在开显自性的功德，这个才是本经的意思啊。就是说佛陀本来施设一个方便，假设这个方便是一个房子，在这里面有个门是关起来的，大家这个门关起来怎么回事大家也不知道，大家只知道来到这个房子里面受用，其实那个关起来门打开是通往佛道的。但是在我们一般的认识说，哎，布施持戒不就是人天果报吗？其实不对，它是让我们趋近佛道，它是让我们开显心性的啊。所以以习成密，今开成妙，就是佛陀过去没有说，但是这个方便已经有真实的功能啊。所以佛陀现在把话讲白了以后呢，那就是妙法了。每一只要你能够明白所有的法门都是在开显自性的功德，那你知道这个就是妙法。所以妙达一方啊，所以妙法能够会同方便，那么方便就是真实啊，即是真密，这个才是真实的方便啊。也就是说呢，一个生死凡夫很穷，他只要把衣服里面的那个无价珍宝拿出来，就跟转轮圣王头顶的珠宝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就是说佛陀过去呢开出了三圣法门，虽然没有讲心性，但是诸位大家都没有走错路，大家表面上叫做依法修学各得其所，你修你的他修他的啊，生物人成就涅槃，菩萨成就功德，表面上是这样，其实从佛陀的眼光啊，每一个人都是趋向光明，每一个人都是成佛之道，只是佛陀安立的不同的过程如此而已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方便，你要不知道那叫就是方便，你知道以后它就是真实，就是当你把光明放进去所有都是真实啊，你把光明拿掉那就是方便啊，就是这个概念啊。好，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方便这两个字的意思啊说明以后啊，我们再看第二的经文要义啊。二，经文要义，此品是寂门之正宗，所谓开权显实，会三归一，悉修三乘之因，今证一乘之果。前续品中，佛以一光东照，显发令箭，但为上上根人能当下领会，而一般凡夫二乘尚不得悟入，因此世尊才以语言善巧说之，如续品云：今相如本瑞，是诸佛方便，今佛放光明，助发实相意，诸人今当知，佛当欲法语充足求道者，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当为除断，令尽无有余。那么我们看本经的方便品呢，它的大意是说啊，这个是机门正宗啊，机门它的开前显示有三周说法，这是第一周法说一周。那么它的重点在哪里？就是开前显示会三归，把三乘的方便只要讲清楚说明白，它就是一佛乘。只要大家把一念心性，就是说当你在修布施的时候，持戒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只要你相信一件事，不但所念的佛不可思议，其实你能念的心也不可思议，哎，你就是真实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把三你所修的念佛法门，那就不是往生之道了，那同时也是成佛之道。就是说你照样念佛，但是这句佛号跟以前的佛号不一样了。你没学《法华经》之前，这句佛号只能带你到净土，你写完《法华经》以后，你把《法华经》的
四性功德力放进去来念佛，这句佛号变成往生之道，也是成佛之道。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开前显时会三归，把所有的差别法门回归到一佛乘的成佛之道。也就是说呢，习修三乘之一，今乘一乘之果。啊，过去没有学法华经之前，我们在三乘的因缘里面修因正果。今天佛陀把话挑明了以后啊，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成佛的过程，都是成就圆满的佛果。那么就是说，在前面的续品当中，佛陀呢一光东照来显现这个全十二法啊，那一道光明，那一念不可思议的心性是真实法，光明所现的十法界的因缘果报相状是一个方便法门啊。但是呢，这样的相状佛陀要不说明白呢，只有上上根人能当下领悟。啊，你看弥勒菩萨他也示现方，他都没有把那道光明讲出来啊，何况是一般凡夫二乘根本不可能悟入。因此释迦牟尼佛必须要出定，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开前显时的道理啊。譬如续品的最后说明，文殊菩萨说，金相如本瑞，是诸佛方便啊。金呢就是过去两万尊日月灯明佛，也是放光现瑞啊。那么正如本瑞，正如释迦牟尼佛，也是放光现瑞。这个是佛陀的一个显现实相的一个方便法门啊。佛陀金放光明来主要开显一心的妙法了啊。所以诸三乘人应该现在应当了知啊，佛即将开显妙法啊。那么这个妙法干什么呢？充足求道者。为什么要满足三乘的修学者呢？因为诸求三乘人若有迂回者，佛当为除断，令尽无有矣。为什么三乘人有迂回呢？我们说明一下，三乘人本来都是凡夫，都很苦恼，都很苦恼呢。佛陀知道这件事情讲高深的道理没有用，先 解决生死痛苦的问题，佛陀就撒出了三乘法门。那么作为一个乞丐，看到的有面包，有很多吃的东西，先吃饱再说。所以三乘人在修习三乘法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有疑惑的，都赞叹法力不可思议。的确，伟大的佛陀，你告诉我的四谛十二因缘啊，告诉我六度法门，真是好用，我们的确的得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等他们达到一定的果位以后，尤其是阿罗汉，他开始怀疑了，难道修行就只是这样吗？我成就一个阿罗汉，我成就一个涅槃寂静，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那么我的生命的目的就这样就到底了吗？其实二乘人的疑惑是很多的啊。当然这也在看善根了。其实我们看阿含经成就阿罗汉有两种人，有一种是动根的，在过去生从来没有心修大乘佛法，就是一路开始就走小乘的，他的确是自得意满的，得少为主的啊，因为小乘还有法执嘛。所以有一种阿罗汉是很满意的，但是有一种阿罗汉他过去生是曾经有大乘佛法的善根，只是遇到恶因缘退大取小。比方说舍利弗尊者，他隐隐也有大乘的善根，大乘善根是不可破坏，所以他虽然修小乘法证得阿罗汉果，他的心里面总是觉得怪怪的，难道这就是我生命的极限了吗？所以舍利弗尊者心中是有很多疑惑的啊，特别他在方等会上跟那些大菩萨接触的时候，他心里面打很多问号啊。为什么这些菩萨跟着佛陀学法，我也跟着佛陀学法，他们这么多的神通妙用，广大的功德，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啊？所以心中有很多的疑惑，难道我欠缺了什么？难道我有什么不足？
啊，是不是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子？难道我的命就该是如此吗？啊，那么当然有疑悔就有希望。一个人知道自己不足，那你就有救了，啊，那佛陀就有办法帮你解决。所以佛陀现在呢，该说真话的时候了。所以佛当未除断，令尽无有矣。现在佛陀必须把话讲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该说清楚了啊！为什么当初你跟我讲啊，四谛十二因缘让我证得阿罗汉果？为什么你跟他讲六度成就菩萨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这些疑悔都可以理解，现在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啊！好，我们看第三段的大纲说明啊。三、大纲说明：一、正说法要；二、身子灵节；三、如来速成；四、与之受记；五、四众欢喜。那么本正大纲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五段来认识。第一个，佛陀正说法要，佛陀初定以后啊，讲掉三乘一乘的差别。简单的说啊，过程没有差别，结果是一样啊，简单的说是这样啊。所以他叫前中有时，时中有权啊。刚开始可能要满足你们的根基嘛，但是等到你们成就圣道以后，你们的根基都处理完以后，佛陀会把你们拉到同一条阵线的啊。这个就是一开始是开山，最后会一啊，先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所以大家都没吃亏啊。因为一开始不施设方便，你们就缺乏修学动力，所以佛陀一必须怎么样呢？先以义勾牵，再令入佛子。作为一个凡夫，我要先满足你的需求啊！啊，等到你达到圣道以后，我再把你们拉到同一条阵线上啊！这个就是刚开始的未时施权，而现在的开权显示，所以对所有人来说，谁都没有吃亏，啊，必须，而且也必须要这样做啊。第二个，身子灵解，舍利弗听了以后，当然是生大欢喜，原来成佛我也有份啊。那么，当然舍利弗尊者是声闻人里面呢，他善根最深厚的，因为他老人家过去是有大乘善根的啊。那么他老人家开悟以后啊，他就把自己所觉悟的道理讲出来，佛陀印证啊，如是如是，你终于不再是个阿罗汉了，你是走上成佛之道了啊。那些你的过程，当然你的过程也很重要啊，所以佛陀也没有否定全法啊。那么最后佛陀已知受记啊，因为他已经佛种已成，光明出现，佛种已成啊，就跟他受记，最后四众欢喜。大家一看，阿罗汉原来也可以成佛，所有的已众的四众弟子得到很大的鼓励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一品的大纲啊。好，我们看经文。那么经文当中呢，丙二的正说段啊，前面是一个叙说段啊，机门的叙分，这是机门的正中。机门正中有两段，先看第一段，列开山显一，以动直身矣啊。先简单的开山乘是方便，显一佛乘是真实，来动摇二乘人偏空的法执，而升起心中的疑惑。他必须有疑惑，他才会反省，他才会求进步啊。所以佛陀先激发他的疑惑啊。那么怎么个激发法呢？有两段，先看第一段的列开显。佛陀说简略的开显，那么简略开显又分成两段，第一个叹佛二字，这个地方要分两段，先看第一段的长行。长行当中呢又分两段，先看第一的记言叹二字啊，用语言文字来赞叹佛陀的智慧。那么佛陀的智慧呢又分两段，看诸佛的智慧，再看释迦的牟尼佛的智慧。先看诸佛智慧，请合掌。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
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之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名称普闻，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随意所说，意趣难解。好，我们把这个经文做一个简单的消释。尔时，就是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这么一对的问答事宜以后啊，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从无量义住三昧啊就出定，那么而起，这个地方是从定而起啊。当然，维大师说、啊、他做了两件，一个观理，一个观机啊，上观十方诸佛之理，第二个呢，下观众生差别的根基。那么又观理又观机以后呢，他就讲话了，他就告诉舍利弗一件事啊，他说：“舍利弗，你知道吗？十方诸佛的智慧是甚深无量的。”这个地方智慧甚深无量呢，是表示佛陀的实质真实的智慧，就是我们印地叫做清净心，在果地上叫一心真如啊，就是实质啊。就智者大师说，实质不圆佛道不成，这个是成佛的根本因素，就是实质。那么佛陀不但只有实质，还有方便的权势，这个其智慧门就是方便的前置。方便前置是干什么呢？用前置为门而入这个实质道中，以方便门来误入真实的道中。好，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开显一念心性，这个叫实质，但是你没有因缘的修正也不行。虽然我们一念信心本来具足往生的功德，但是你整天在那边等，等了半天极乐世界也不会出现，你还是要透过拜忏念佛发愿啊。所以方便门这个因缘的修正是帮助我们开显真实智慧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佛陀这两个都掌控了，佛陀有真实的智慧，知道一心真如本来具足无量功德，又能够知道用什么方便门能打开真实的功德啊。而这些智慧门呢，也是广大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之佛所不能了知的。为什么说佛陀的实质跟权势二乘人不能了知呢？他一下讲出理由，因为佛陀曾经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他先了解一念心性本质清净本质具足的道理，然后广修无量法门，开显自性功德。另一方面呢，勇猛精进，名称普，这一下讲下化众生。佛陀以一念心性的道理下化众生，广学六度，立誓念心，所以名称普。那么佛陀为什么能够成就这么圆满的智慧呢？他就是能够先掌握那一道光明，然后再从光明当中呢完成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种种因缘的造作，所以才成就的甚深未曾有法，而随意所说意气难解。这段经文啊，偶一大师说啊，他要讲两件事情，佛陀出定以后啊，主要强调两件事。第一个赞叹佛智啊，第二个动止生理。我们先看赞叹佛智。佛陀一出定以后啊，二话不说赞叹自己的智慧，这个是很特别的。佛陀一般的说法很少讲自己怎么样，就是哦，你发生事了，你今天遇到的痛苦，你这个坎过不去了，你不想在娑婆世界待了，哦，佛陀讲观经哦，你应该修极乐世界，只要往生极乐世界，你就远离三界的痛苦。所以佛陀过去在经典里面凡是出现，很少谈他自己是怎么回事，完全是应机说法，就众生怎么样佛陀就解决问题。但是本经不一样，本经佛陀从三昧一出来二话不说，我已经不再讲你们怎么样，
关键是我是怎么样，佛陀把自己的智慧现出来，这是第一点。更特别的地方，他把他的智慧说出来以后，他还指名道姓面对舍利弗尊者，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么这件事情又更奇怪了，佛陀开显智慧，把恶乘人当当机众啊，那么强调恶乘人所不能知啊，偶一大师就说了，恶乘人对佛陀的智慧啊，他的不理解啊，其实有三段因缘错失的机会。第一道因缘呢，就是在华严时的时候，佛陀顿说大法，这时候声闻人啊，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当时呢是如聋如哑啊。维大师讲的四个字，就他们的心态如聋如哑，就茫然不知。那这一点呢，不能怪声闻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是凡夫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生死凡夫，刚刚从外道，刚刚转入佛弟子。佛陀演这么一出华严时啊，跟十地菩萨讲到十地的功德，当然对他们来说是境界太高了。所以恶乘人第一个错过佛陀的智慧呢，是在第一个时段，叫华严时。错过以后啊，佛陀就把报身收起来，现出丈六的比丘像，开始陪着恶乘凡夫啊，开始成长，讲四地十二因缘，讲苦集灭道啊。那么恶乘人当然就如法修学，各得其所，成就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成就四果以后，当然恶乘人的心态啊，他们就是觉得啊，所作戒办不受后有。佛陀在阿含经面对声闻人讲这句话，佛陀也默然同意，佛陀并没有表示意见，佛陀说对的，你们的确是大事已办，至少在我开显的这个法门当中，这个四谛法被你修到底了啊。那么恶乘人他第一次的错过佛陀的智慧啊，是在华严时，是在凡夫，这不能怪他。那么他后面两次的错过啊，都已经成就圣道了。先看第二次，第二次是方等时，其实这些人都是大阿罗汉了，而且充满了自信了啊。那么方等时当然谈篇事小，探大包圆了。那么佛陀其实没有亲自出手，佛陀请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跟文殊菩萨的对话啊，讲到不二法门。那么当然这个从这个诸大菩萨之间的对话跟神通当中啊，恶乘人的心情啊是有点打击了，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卑败种啊，慈小慕大，自卑败种啊，他觉得自己有所不如。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心态是怎么回事呢？宝刃草庵，就是说我虽然是阿罗汉，这后面的经文就是说我虽然盖的是一个茅棚，我没有真正的回家，但好歹可以遮风避雨，至少我远离了生死轮回的折磨啊。所以他觉得说我就这一个命啊。那么他呢是无法了知，前面是茫然不知。那么其实恶乘人，我们看老维大师的意思啊，就是在方等时啊，他是有一点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些菩萨是怎么修的，怎么就能够这么厉害，我们跟佛陀在一起，我们怎么就差那么多呢？他是想要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方等会上并没有把恶乘人当机众啊。你看你打开维摩诘经，文殊菩萨跟维摩诘经是两个对话，根本不把恶乘人当一回事，根本没有讲到下手处，没有说啊你要怎么调整，所以恶乘人根本无从问起，不知道问谁，他就一直当旁观啊。所以恶乘人在方等会上啊，是想要了知，但是无从了知，这第二个错过佛陀智慧。第三个智慧是在波罗时，波罗时佛陀也没有亲自出手，佛陀找一个须菩提尊者叫做转教菩萨。佛陀要须菩提尊者说，你去跟菩萨论谈空性的道理啊，
大乘的缘起性空跟小乘的灭色起空怎么融会贯通？那么须菩提尊者得到佛陀的加持啊，大谈小乘、大乘的空性。这些人二乘的也在场，他们的心态呢是无心希起，没有任何。他虽然懂道理，但他想算了，得少为主了，我们就这命算了啊。所以二乘人从如聋如哑，在凡夫位的如聋如哑，到方等会上的宝刃草庵，到最后的波罗会上无心希起，已经不想了之了啊。那这个都不能怪声闻人，因为前面三个时候佛陀虽然隐隐约约开显佛陀的智慧，都没有把二乘当机重，所以他就错过了了知的机会。但现在不一样，现在的情况是佛陀秀出他的智慧不可思议以后，他就指名道姓地告诉我舍利弗尊者，我这种智慧不是你可以了知的，就摆明了这以下是为声闻人做准备的，准备把声闻人当机重了啊。那么这段的经文等于是啊，一方面赞叹佛智，一方面动植生疑，敲打一下声闻人，让你知道今天你是有进步空间的啊。因为我一道是说佛陀为什么不直接开前显示呢，要动植生疑呢？他说二乘人啊，执重疑深，执着的法执特别重啊，疑根也深啊，你直接讲一心三观的思想他没办法接受的，所以佛陀先敲打他一下啊，就告诉你说我有的东西其实你是没有的啊，这件事情你应该知道的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啊。